各位亲爱的主内兄弟姊妹早晨。今日五月三日是圣腓利伯和圣雅各伯中徒的庆日。弥撒的经文在经书的144页。而本台弥撒奉献张达坤为亡者。这些圣人是上主钟爱并拣选的，上主赐给了他们永远的光荣。哈利路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平安与你们同在，也愿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你每年恩赐我们欢度腓利伯和圣雅各伯两位中徒的庆日，求你使我们因他们的转求，能与你的圣子同受苦难，同享复活，将来在天上永远享见你的圣容。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天主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公读圣保禄中徒致格林多人前书。弟兄们，我愿意你们认清我们先前给你们所传布的福音，这福音你们已接受了，且在其上站稳了。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布的话持守了福音，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否则你们就白白地信了。我当日把我所领受的又传授给你们的，其中首要的是
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而且显现给克法，以后显现给那十二位，此后又一同显现给500多兄弟，其中多半到现在还活着，有些已经死了。随后显现给雅各伯，以后显现给众宗徒，最后也显现了给我这个像流产儿的人。上主的话，感谢天主。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穹苍宣扬他手的化工，日与日侃侃而谈，夜与夜知识相传，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不是语，也不是言，是听不到的语言。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他们的言语达于地极，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阿利路亚，阿利路亚。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腓利伯，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阿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愿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约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利伯对他说：主，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耶稣回答说：腓利伯啊，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父，就是谁是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而你们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讲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作他自己的事业。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在我内。若不然，你们至少该因那些事业而相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并且还要作比这些更大的事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因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要践行，为叫父在子身上获得光荣。你们若因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要践行。上主的话，基督充满赞美你。今天听到耶稣话俾嗰啲嘅宗徒们听，凡信我嘅，我所做嘅事业，天父亦都要做，而且佢要做到更比更大嘅事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因我的名求什么，就会前行了。现在讲紧的耶稣讲的事业，或者更大的事业，是什么的事业？而我们知道，其实讲紧的就是
救世的工程，这个就是最伟大的事业。由创造的伟大的事业来讲，跟住的就是这个救赎，人类的救赎。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信，所以听一下第一篇的读经，圣保禄提醒着，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持守了福音，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救赎，如果不是，他说你们就白白地信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经常都说我们信了福音，信了上主的话，其实讲的是什么？福音最重要的讲的就是达得到我们罪过的赦免、肉身的复活和永恒的生命。这几样东西就是我们的主，或者说天主的第二位圣言，降生成人，取了肉躯，来圣行住天父这个的伟大的救赎的工程。所以他仍要得到这个的罪过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的，就要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一定要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了给我们听什么为之真理、什么为之道路、什么为之得到生命、在世生命的意义和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些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这个就是救赎的工程，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所以成日都听到有些人说 信了主就能够得到心灵的平安，对，非常好，但是不能够停在那里。我们的信的主不能够就这样是就这样说我信了主之后很平安，但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只是得到平安，而是得到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得到，如果我们的信仰要基于这些，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信仰不会坚固，我们的信仰就会白白地来信。所以我们不要这么无知地来信，如果不是，为什么现在几多 的信仰很多都围绕着只是 外在一些情感上面的，一些的现在尤其是围绕着一些情感上面的，对很多的敬礼啊，对很多的传统啊那些，但是这些都是只是工具，达到去的就是福音最重要的道路、真理、生命，这些是达到了，就是能够得到我们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然后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各位，希望我们好像不要好像腓利伯啊，或者很多的宗徒未有圣神显赐给他们之前，他们经常在怀疑，经常在来问很多的问题，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经常问的问题。不过我们要纠正回，我们要纠正回，想回下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什么，教导我们行善，教导我们真福八端，这些是一条的道路，但是一定要达到了，就是我们要得到罪恶的赦免，能够得到了我们肉身的复活，能够进入永生，这些就是我们信仰的最中心，这些就是我们的主藉着祂给我们的救赎的伟大事业。而另外一样的就是我们也都要信耶稣基督在父内，父也都在祂内，而他之后亦都派遣圣神，有父和子，所以我们亦都要信任的就是父子和圣神是同一个的天主来做这个伟大的事业。所以我们现在成日都有这个的
画下十字的圣号，画的十字圣号就是因父及子及圣神。这个就是我们亦都是信仰带给我们的坚信住祂。所以今天藉着两位宗徒这个的庆日，希望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德，而亦藉着宗徒们一路传到下来 的福音，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每个人传福音，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来传播福音，传什么给人？我们不只是传一些的善，做一些的善功，不是只是去来捐献那么简单，而是我们一定要传给人，藉着我们要做的善功，藉着我们很多的东西，但是一定要达到他们要忏悔己过，一定要相信着会肉身的复活，一定要能够争取着一个度过一个善生来到达永生。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只是去来将个钱袋来好像街上面那样叫人来捐下就是福音，不是，而是去来罪过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的。希望我们一一藉着现在这个弥撒去来恳求主，主宗徒们成为了我们的榜样，甚至为福音、传福音来作证，甚至将他们自己完全的生命来奉献的。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为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王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求你收纳我们为纪念菲利伯及亚各伯两位宗徒而奉献的礼品，并因赐我们尚能遵循宗徒的训诲，善道纯洁无瑕的生活。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是永恒的善牧，不离弃你的羊群，而藉圣宗徒们不断予以守护，使由你选派为你圣子代表而作羊群司牧的治理你的羊群。
为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神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所创造的万物理当赞美你，因为你藉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圣神的德能养育圣化万有，又不断为你召集子民，好能时时处处向你呈上纯洁的祭献。上主，所以我们恳求你藉着圣神圣化我们献给你的礼品，使成为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我们遵照他的命令举行这项奥祭。他在被出卖的那天晚上，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播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你的圣子为拯救世人所受的苦难和他光荣的复活升天，并期待他再度来临，以感恩的心情献上这具有生命的圣祭。请垂顾你教会的奉献，并接受这赎罪的牺牲。求你使我们藉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并充满他的圣神，在基督内成为一心一体。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得与你拣选的人，首先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正配圣约瑟、你的圣宗徒，特别是圣菲利伯及阿各伯及光荣的殉道者，以及全体圣人，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靠他们的转求，不断地获得助佑。上主，但愿这与你修好之际，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得救，并使旅途中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和我你卑微的仆人，而所有主教圣职人员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在信德和爱德中坚定不移。你既愿这大家庭设立在你台前，求你也抚允全家的愿望。仁慈的圣父，求你使散居各处的子女和你团聚。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已亡的亲友及所有在你宠爱中去世的人，恩准他们进入天国。我们也希望
將來在天國永遠同他們共享你的光榮。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因為你藉著他賜給世界一切美善。全能的天主聖父，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內並聯合聖神，都歸於你，直到永遠。阿門。我們既遵從救主的訓示，又承受他的教導，才敢說：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上主，求你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們，因此我們的時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發慈悲，保佑我們脫免罪惡，並在一切困擾中獲得安全，使我們虔誠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於你。主耶穌基督，你曾對中途們說：我將平安留給你們，將我的平安賞給你們。求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但看你教會的信德，並按照你的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門。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請大家互祝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主，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腓利伯，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阿利路亚。
各位主内兄弟姊妹，由明日五月四日开始，是本回归圣母堂为庆祝花地玛圣母的九日庆礼开始。弥撒之后将会诵念回归经，请大家踊跃参加。详细情形请参阅报告版。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因我们所领受的圣事净化我们的心灵，因此我们能与腓利伯及雅各伯两位宗徒一起，在你圣子身上看见你，侍奉你，并在来日得享永生的幸福。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愿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感谢弥撒礼成。感谢天主。圣人罗格垂翼主保重。天主，你曾垂允圣罗格恳切之祈求，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驱得免疫症之害。我们恳求你，因赐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赖他的转求，除免我们神形诸役。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大圣罗格，请为我